你得复习啊，单词啊，怎么都不背单词，是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你知不知道这后面伴随着考试啊？哎，都怎么搞的？我的天哪！时间不够，对吧？一二三四五科能会吧？单词都记不住的，真的。啊，这个真的就没有资格上考场。